啊，大家好，今日各位这模拟精舍来做一个见证。吼、哦，这篇故事吼、哦，主要是咧讲阮太太有心时阵的代志。吼、哦，啊，当初我有替我阿伯出生的囡仔来转佛经做功德，要回向互伊会使平安吼、哦。但是后来佛祖指示吼，搁爱搁注印佛经5000块啦吼、哦。回向了后。诶，即马阁开始爱阁再念金刚经、药师经、甲地藏经再一遍，我感觉有淡薄奇怪呢，因为已经真久无安尼一直补来补去吼，就是补到第二摆安尼啦吼。而且当初太太身体嘛常常无爽快，脾气嘛变甲较无好，常常拢会讲伊真忝安尼啦吼。刷来我着阁再请示佛祖，问了两个问题。第一，最近太太身体较无好，敢有干扰？吼、哦，最近太太身体较无好，敢有干扰？第二，假使讲若是业障干扰了吼，是毋是爱伫囡仔出生之前，将即件业障甲消了，较袂去影响着太太甲囡仔？佛祖开始吼、哦，第一，确实有业障干扰，吼、哦，确实有业障干扰。哦，我用了真准吼，确实有吼。伫前世诶时阵吼，因为钱诶问题啦，用棍仔拍人，爱诚心忏悔了后吼，诵金刚经、药师经甲地藏经65摆。啊，但是因为吼，即件当初我已经有印佛经来回向吼，所以即马则剩经文12摆，就是金刚经、药师经甲地藏经12摆啊。这就是为虾米爱开始第二遍诶问题吼，因为啊阁无够意思了吼，而且吼。这件案件吼，佮做查出来是阮太太业障吼，唔是囡仔业障吼，是阮太太业障。后来佮做佮查到另外一件吼，嘛是同款阮太太业障吼，前世用棍仔拍人，啊，互对方来重伤哦，对方重伤，爱诚心忏悔，而且诵即个金刚经、药师经甲地藏经48摆哦，48遍。后来吼，拄仔问个第二件问题啦吼。是毋是爱伫囡仔出生之前，就甲阿爸讨报业障来消了？啊，佛祖开始是上好是安尼啦吼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这两件，就是佛祖开始吼。即、哦、件案件清洗了后，我有特别去观察阮太太，诶，我发现伊真有变了较好啊，可能是业主菩萨已经知影阮清洗啊，嘛知影阮诚心要来甲行啊吼，所以较无来干扰啊，真正是感谢佛祖。感谢业主菩萨的慈悲啦吼，感谢业主菩萨的慈悲。好，家在我有想到爱去问吼，因为阮太太当初身体真正是无爽快，啊，无想到竟然拢是拍人业障，哦，希望伊即世人莫甲我拍就好啊啦吼，啊，顶世人业障咱就好好啊忏悔，啊，诵经来行，吼、哦，较紧诵经来行。开始了后吼，李叔兄甲我讲声就讲，吼、哦，你真正赚到哦，哦。后来我想吼，这确实是赚到，因为会使用因果者功德行的方法来帮助厝内底人，唔免看伊来受苦，这是真好个代志呢。因为厝内底闹事有一个人咧修，这真正是帮助着全家伙啊，吼，帮着全家伙啊。做人个父母上惊就是看到囡仔受伤，啊，看模拟真实因办事个故事吼，内底就讲到真侪因为业障。穷患来造成肉体的故事，看了真正是使人感觉真心疼。所以直接建议着妈妈吼，你若是有心的时阵，一定要做真侪善事来回向予腹肚内底的囡仔，亲像捐佛经啊、捐钱啊，吼，这个代志做了做煞了后吼，爱甲这个好代志来回向予腹肚内底的囡仔，甲家己会使顺利安尼。啊，嘛会使加念即个普门品吼，普门品，才会使互囡仔来平安大汉吼，加念普门品，互囡仔平安大汉。啊，即、这个普门品要怎诵，要怎回向吼，这真简单。伫有心的时阵吼，你着定定来念普门品，大约念150遍回向一届吼，150遍回向一届。加念普门品，会使帮助着腹肚内底的囡仔。和妈妈甲囡仔拢会使平安顺遂啦吼，啊希望会使加念啊加回向啦吼，
加回向。有的人可能感觉咱修行人的付出总是无得得到厝内底人的支持，不过讲真诶吼，咱会使知影问题伫倒位，嘛会使确实来解决问题。虽然我对阮太太做诶，有可能阮太太一世人拢毋知影，但是会使帮助伊度过即个难关，这真正都够啊！而且帮助伊，都是帮助囡仔，吼、哦，一届阁救两个呢，吼、哦，赚着啊，赚着吼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但是咱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是，咱的业障愈来愈少，厝内底的人嘛，因为咱的帮忙变甲愈来愈顺。对家庭来讲，这是一种看袂着责任，吼、哦，一种看袂着责任啊。希望甲我共款点点咧拍拼的师兄师姐吼，请你都要斗阵加油。对厝内底的人，会使帮就帮，会使多就较多。就算即世人无迄个姻缘较多啦，就算厝内底的人无甲咱支持啦，咱嘛是爱继续修落去。好，咱嘛是爱继续好好甲修落去。希望即个故事会使帮到你。阿弥陀佛。